你们两个，嗯，讲你要对皇上怎么样？对，要对皇上不要对皇上怎么样啊？你要好的，你要对吧？你要好对皇上，就是一打一正一反一俩。好，那这样来，来你们进来，没有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旁边慢放下。这边我是导演。好，对，我抢戏了。我就是为了拖延时间，因为只有十分钟啊。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能赢他，我必须要掺和这个事，要分散他精力。就是你们现在就要和你们俩表忠心，一个是好，一个是不要对皇上，都为了皇上好。从养生，从身体角度上也跟你说，他要多吃，你不要多吃，是一样的意思。对，都是关心。对，我看着是帮的，实际上我是为了我，必须拖延。一拖延呢，他又跟着我的思路一走，有点乱，时间再拖延。还有几秒钟，可以读秒了。虎拳，虎虎虎虎虎，龙拳，龙。羽泉，你在我心中是最美。哎，不错啊，哎，不错啊。啊，这笑得太搞笑了。哎呀，厉害，哎呀，那牛仔好忙，时间到，耶！第一轮看点七次。第一轮范明老师的脸，25次。谢谢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爹脸呢呦，爹的力量挺大，没问题。来，黑人擅长帅吗？来，这个可以照狠的打，打十遍，是吧？两个人都打吗？都打，这罚他俩，我们赢了。不，爹爹，那你说怎么打？爹爹，我觉得这样子，因为刚才确实陈将军出了不少的力，所以我觉得打尹贵妃姐姐就够了，毕竟最后争宠的是他嘛。你先躲到花盆里面了，青年，我跟青年。不行，我看不下去了，我帮姐姐挨一下。爹爹。姐姐，弟弟，弟弟，你还行不行？我还行。流血了！不要再乱讲了。